台湾两大防腐剂艺人林心如和林志颖被曝曾经相恋，但是恋情却无疾而终。有传是当年林志颖服完兵役后事业陷入低潮，反观林心如却凭着《还珠格格》大红大紫。有传自尊心超强的林志颖因为不喜欢被人说借林心如上位，于是感到相当难受，于是主动向林心如提出分手，更试过把一张写着我要和你分手的传真发到《还珠格格》剧组，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事。不过两人的陈年往事最新又被曝内幕，说当年林志颖之所以这么生气，是因为林心如与还珠的台湾帮好友苏有朋有不寻常关系。林心如在当时受访时甚至声称对苏有朋有好感，让林志颖更加打翻醋坛子。不过直到现在为止，林心如跟苏有朋都经常相约吃饭看电影，而且表现得毫无避讳，两人的关系像好友多于像绯闻男女。只是两人目前都只是保持单身，但林志颖却选择结婚生子，看来大家对于友情和爱情的看法还是有根本的分歧嘛。优酷悬娱乐香港报道。